这一节请许议员昆园质询，时间45分钟，议员请。议员，我在您质询之前，我先介绍我们旁听席的贵宾。目前我们旁听席有来到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是我们的贵宾，由正大里里长陈文龙陈里长所率领的，还有福海里的居民朋友们，正大里跟福海里的里民朋友，现在有25人在我们的旁听席，请各位市府团队用掌声来欢迎他们，欢迎大家来高雄市议会旁听，谢谢你们，议员请。咱尊贵啊，个伟大的女王，咱各局处。咱这官员，您辛苦了哈！咱媒体记者，咱高雄市民，大家高早，大家好！那个题目，就是讲咱陈吉说过的话了哈。来，大声一点。就农委会主委曹启宏曾经暗示新政府有可能挡不住美猪，立刻引来国内猪农还有绿营县市长的不满。这部分是不应该开放，这部分是不应该。选举选在520前一个星期突然表态，似乎打脸新内阁。好，美猪刚刚讲到到底怎么样？陈菊说，我绝对不可以让他到高雄市。柯文哲不签，既然议员叫他签，说绝对不可以进台北市。柯文哲说，这政治问题，不是专业问题，看一下怎么做。本人是医生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我也查过哈，美国是允许，欧盟是不允许，那日本更奇怪，日本是国内的不准用瘦肉精，可是进口的可以。如果台北市的市民在这个问题上有疑虑的时候，没有你就要挡住的时候，我们会再表示不赞同。好，那个市长，是不是你讲过了哈？的话，你大技术厅先录一下来。陈大市长，请你答复会使未？请市长回答。多谢议长，多谢柯议员。对现阶段的法令，就是猪肉不得检出瘦肉精，我想到现在国家法令不允许，我个人的立场也一样。你请坐来，45分尔，你唔能够给我拖啊落落长。这你讲过的话。对我电视 PowerPoint 也都有如果你们的中央如果五行五数暗夜要通过你是不是可以为着我们高雄的市民的健康把关人整个分林家义一世界的市长大家都出来强烈反对你现在过于高雄市的大家长这你说过的话我盼望说你说过的话要有尊重较坚持的高雄市政府杠上中央中央的工厂辅导法到现在还在讨论但是站在高雄市政府的立场我们市民的安全，我们对于石化管线的管理，我不能再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高雄市市政会周二通过自治条例案，要求石化管线所属的总公司迁到高雄，否则就要把管线断线，引发行政院强烈质疑违法违宪，中央地方气氛紧张。如果这个城市不安全，我们再多的统筹分配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陈菊市长直接讲明自治条例法案无关统筹分配款也没有违法违宪的问题不过城市地底下密密麻麻89条管线13家业者只有3间涉及在高雄如果另外10家业者总公司也迁来高雄一年盈利事业营业额加起来就有1兆0400多亿高雄就可以多分配到24到25亿的统筹款但不管有没有增加市民安全摆第一管线问题处理刻不容缓陈菊杠上中央不会让步三新闻南陈吉干上中央不会让步了哈。那个市长，
现在中央给你执政啊，地方给你民进党执政啊，给你恭喜啦，你一再炮打中央，说中油包括这些石化业者爱乐的高扬增加税收，这点我直接给你打破了，给你学了但是呢，现在已经你执政了如果你的美梦没有人完成，这样你会怎样？你会怎样？请简单答复来。如果这些税收没迁入高雄了，这样 你要做何感想来？你说说看。市长，简单就好了。多谢议长，多谢柯议员。到哪位置高雄市政府的立场没改变，要求十四间的石化公司因必须要迁到高雄。现在你会记呢？现在中央不是你呢？你是高雄市长呢？如果中央若无照你的指示呢？那你要安怎？简单答复来。请市长简单答复。谢谢。跟谢谢议长跟席议员说明。十四家根据我们的了解，他们都在进行把公司南迁的程序中。那经济部李部长前两天公开说明，中油年底之前会南迁高雄。那我直接给你拍破啊！好，那你要到高雄做高雄市长。我熟悉你遐久就对了，我熟悉你三十几年，你执政九年外，进入第十年啊！你做这件代志做了上对，替高雄争取，你即摆会记讲中央也是恁，高雄市也是恁，我希望你讲的有准绳，吼、该对的就对。该唔对就唔对，伫遮我阁再次阁甲你拍破啊！吼。两岸之间如果有更多的互动交流，对两岸之间的发展是好的。我们希望未来所有中国大陆到台湾的所有的陆客我们也希望质量都一样的重要。两岸敏感议题，陈局四两拨千斤，但自从520以来陆客团减少，高雄观光大受影响，等不及中央发号施令，陈局带团赴陆交流，自己观光自己救。为解决新政府520后陆客团大幅减少问题，陈局打算亲自带团到对岸交流。总统支持那个市长赴大中国参见。谢谢陆客来台没有跟总统报告啊，听说就是他陈局带团大陆交流，蔡英文不知情，两人镜头前互看一眼，场面尴尬。市长，这电视报啦吼，讲你要赴大陆，陈局，不然蔡英文、蔡总统讲唔知啊，讲恁两个小看一下，讲场面尴尬。你要赴大陆，行销观光。你事前您蔡英文在不在？请简单答复来。请市长回答。多谢。这是高雄市政府要办港湾城市论坛我是应议员在质询的时候的答复，我说明如果中国大陆他们同意我赴中国大陆，我们愿意为了港湾城市论坛我们愿意再度到中国大陆去邀请大陆的城市来参与港湾城市论坛。谢谢。你意思就是说您蔡总统不知道就对了，是不是？来，简单当然。市长回答，我们还没有跟他报告不过他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支持我去中国大陆。不知道所以我就说中央跟地方不同调。
啊，我看你即摆嘛无甲恁蔡英文当当作看在眼内啊，啊，今仔六客，规个拢总动，整个地方拢总定伊，包括规个台湾拢用要定伊啊。啊，恁蔡英文无要伊，啊，我看你足要紧。啊！你是真正要紧，还是假要紧？还是单单伫媒体咧做百姓看呢？我嘛真怀疑呢。啊！今仔高雄市一个城市用要定伊个城市，当然，你若真正真心甘愿要中国大陆行销观光，安尼100%甲你肯定。啊！你唔知会记即？当当你第一届做市长做阿袂衰时，做阿袂衰时，我第一届三年外，过来就是恁民进党市长要初选，迄阵我无党诶，我是大高雄联盟，我含一挂议员去日本，回来。听讲热比亚的代志，我反对。你亲身来到高雄市议会、旧的议会、大高雄联盟，你找我，你讲的话，你唔知影会记一辈。你讲柯议员，局长也甲你报告吼。这热比亚电影节这种议题，局长也得要放啊死，唔放啊唔死。讲你的对手陈其迈，讲为着要安尼初选，你指名真姓，讲陈其迈，讲为着要安尼初选，调低制造这个议题，你搁跟我讲？柯议员，啊，局长也甲你讲，我得应付应付，啊，凊彩甲放的，放两遍啊，就过啊，减少冲突。啊，对这侵略的，这票我较也较袂无伊爱交代者。结果。放了了，第三日谁知影？谁见效？整个高雄市，较早县市也未合并，规个六客，拄啊连一个即摆到高雄市都无，甚至要即个高雄市食一顿饭，都问看这是高雄县还是高雄市？五六个月，高雄市的黑暗期，包括饭店业，迄阵啊退变两万间，我阁叫黄嘉伟，较早民政局长，等于甲你讲，讲市长你爱进医院。今年你搁一万个无愿意，你都要为着高雄百姓、高雄市民去医院看下即摆呗？你五行五数啊，讲你电影节要搁加开市场。我今朝去甲你讲。我讲市长，你若真正敢呢，我敢咪输赢。你阁叫洪平朗议员来跟我沟通，你甲当作义工，啊，我后面变工，啊，讲无啦，洪议员偌欢喜呢，欢喜讲我后面发生摩擦，讲无呢，怎么忍？阮市长
讲叫我来讲，讲伊电影节迄四场，无要带公家机关放，要借电影迄用放。我甲阿龙啊讲，阿龙啊，爱甲伊当作大弟，啊有哪想说，我只弟哪有说我懵懵的安尼？五六个月高雄市的黑暗期，你单大市长你会记袂啊？啊！啊！即摆高雄，包括台湾省，整个气氛，都和五六当前做比，还气氛都一模一样。啊！我也希望讲你即块，你要大量行销观光，你是真心的啦。你是真心的啦，那呢？观光客，你若有才让我拖入来，我甲你单叫三级工，你无影遐伟大啦，啊！中央甲地方不同调，关键伫中央政府啦，毋是伫公政府啦，你茫想你遐伟大啦，啊！来了，包括了谢长廷，包括了苏贞昌，也包括了现在的高雄市长陈菊。好像呢，按照陈信的说法，选举的时候他们都拿过陈水扁的钱，现在要装清高，要倒谎他们。老爸陈水扁变成民进党头号战犯，陈信瑜再也动尾条。每个人只围攻我陈菊死了，他们又高兴了吗？苏贞昌没拿到钱吗？谢长廷没拿到钱吗？陈菊在高雄没拿到钱吗？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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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办爱河的那一个游行没拿到钱吗？办爱河的游行，就是牵手赴台湾。其实陈大市长，你的当选最大的功劳在上，就是陈水扁总统。牵手赴台湾，整个活动的经费拢总伊摕落来，啊！啊，选举前，选举煞。如果马总统他能够在他任期之内特赦陈水扁总统，那我想对台湾社会的团结和谐。打破蓝绿长期的对立，对台湾社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向正面大家所期待的发展。郭总统府人士再度重申，总统特赦是在个案判决确定后才会发生的问题，但陈水扁所涉及的刑案还在审理中，所以我怎样看这镜头，我心内嘛咧想，靠咱这个伟大的市长，家里那头抢镜头，啊，家里那里搞利用媒体，啊，特赦陈水扁，国民党总统都已经选输啊，都换恁蔡英文伫要执政啊，你得阁带制造这种议题，啊？恁是咧消费陈水扁，我替陈水扁总统真正唔甘愿啊！我二空的连伊话恁要执政啊！啊，你调底个制造这种议题啊！啊，即嘛，我二空话恁。政权换恁啊！即马换马英九落台啊，蔡英文去哩啊！啊，特赦陈水扁，你叫马英九好好珍惜这历史机缘。每一句的政治口言、政治语言，好啦，即马换恁来做啊！
啊，你即摆有要公开合约蔡英文直下陈水扁无？来，市长你简单到了。请市长回答。谢谢，我想我的立场没有变。谢谢。你的立场没有变是什么？你说清楚了。一样的主张。朱鼎安怎？请说明来。朱鼎安怎？主张陈水扁总统虽然是法律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为着台湾社会的和谐，我希望好好处理陈水扁的问题。啊，嘛期待新的政府适当的时机特赦陈水扁。特赦陈水扁啊！吼，你有听吼？陈局市长伫议事厅公开呼吁，啊，我也举双脚甲双手赞成。我举双脚都兼双手赞成。蔡英文总统，你若有听到，你的主任委员呼吁你特赦陈水扁了，吼，对啦，安尼较有教示，啊。赖清德跟陈吉比一比，起码这两个就是正港民进党的明星，连伊第一名，连伊第一名，安尼，甲恁两个比看卖了吼，市长。差异。开场白，南北差异讲的是天气，也是行政资标。翻转高雄，锁定劳健保补助，同额比照台北市351亿，打造铁路地下化，土地取得要112亿，诉求无偿使用。新台17线的开辟，16亿代替海军新建的费用，也要向国防部明算账。前后一共20案，金额规模超过500亿。透过新的名义，希望能够扭转南北不公平，过去长期造成的这种趋势。前所未见，这是陈菊就任高雄市长6年来第一次北上立院，是沟通法案，也是挟地方立委给准总统蔡英文准阁揆临权，见识南霸天，借重扭转中央长期重北轻南的决心。这点我嘛是还佫在拍破啊，袂歹，袂歹了哈。五星的首长啊，赖清德、陈吉、林聪贤、傅昆萁、黄建廷啊，哈。因为这个台南市啊，去年的这个整个税入税出的结余竟然有14.5亿元，这主计处的资料是说呢，2014年的总预算税入税出分别是708亿跟765亿。好，这104年呢，这个税入跟税出的预算，这样本来应该要这个负债57亿的啊。赖市长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人事的精简，相对县市合并前，我们还少了580几人，对，所以我们的人事经费省的是3亿多。嗯，那另外呢，我们跟地检署合作，就是所有的重大工程发包都公开透明。啊，另外去年我们税客收入也增加，那代表说这个城市其实是在进步的啦。嗯，去年税客收入增加15亿元。OK， 所以整个加总起来就是剩余14.6亿元。嗯哼，对，所以我们采取的是紧缩预算，就是我刚讲的，我们税出3.90亿。嗯哼，但是呢，过去的县市政府，当他举债很高的时候，他是扩大支出，那所以他就虚编税入。OK。有需要才编进去，而且我们是根据我们税入多少，这个城市可以负担得起的状况之下去编税制。赖神啊，一年省14.5亿，高雄市每一年所以这拢100几亿个，这就差大尾啊！人是安怎欠长呢？多，人安怎欠长呢？多啊！
西边税入扩大支持，医生无应该无的收入乱灌水，灌水灌了，你就会当加开，无的收入，你医生输怎啊硬硬甲灌水灌了，安尼你就会当加开。开开的百姓较来负责任，负债2369亿，即马讲个增加，市民一个本金负担94000元，每一个百姓负债94000元，你甲看卖，看人台南市安怎咧经营的。人的经济下面高峰期，你也看嘛？市长你都唔敢看呢，你都唔敢看呢啦。这就是咱咧讲的讲金砖夜市，你也看咧零零清清。我咧做议长坐伫遐时，恁较打打叫呢，讲东南亚上大的夜市，你也看人台南。这人条的讲话，这绝对无半滴甲你玩弄。好啊，比较看卖啦，你唔敢看呢啦，你也看人台南安平古堡，你也看迄种人条，六合市啊。这高雄市上代表性、历史上悠久的，包括任何一个观光客，大家来到高雄市，就想到六合夜市。安尼有冷清无？大市长，安尼有冷清无啊？六七城市、五七城市，拢用嘴讲的，拢六千五千，我向袂记讲，我袂使上，讲话上大声。若讲话上大声，我看着佫爱唱。阮同事一个高议员呢，讲即阵了还佫来回失礼呢，我向煞袂记，嫌挡袂着。你也看卖。美丽岛站，这哪任何一个城市，讲有这个美丽岛站伫遮，讲周边的遮人啊萧条，人是啥？西游出张所。咱讲的美丽岛站，这款型，美丽岛接了，都爱准假中庭、假市长。城市光缆多连做伙，贾中庭市长上得意的，利用一个小小的空间，把一个城市光缆创造一个闹热滚滚，搁开上少的经费，这种我也无冤枉你。你无论医生。诶，这些带动人潮，经济方面，你嘛差人添添添。我捌去找我的好朋友，也是你的好朋友，郭进雄。我两边拢去安平重划区、义在精神附近，拜六礼拜。调底个开车去看麦，人山人海，连镜都小客。你看你的高雄市是生做安怎？五千六千的城市，
是家己要宣传呢。五七六七的城市是百姓，爱好生活，人人有工作。吃饭拢唔免烦恼，来做五七的市民，安尼较有意义啦。你也看卖，茶也多，你甲看卖。我就咧讲个，请你这个大市长，你伫那食饭煞，歇困一下，八点我也麻烦你暗棍出巡一下。叫你的司机一世界把你载载行行，看今仔咱高雄市到底是生做安怎？啊，咱的这个城市到底是对唔对？关门串户，连一只好心蚊仔都无。安尼，咱的团队拢打打叫，啊！讲咱这五千六千的城市，我搁再次拜托伊，你着食饭煞，歇困一下，八点换你公务车，你家坐出去，暗军出巡，看你心里一个高雄市的市长，看你会感觉艰苦未啦？啊，几日多，几日多？欺骗这些老实的百姓，高雄市有真正有这好吗？有这好生活吗？放空你啦，剩两年多的时间啦，不通要再做太上皇啦，垂帘听政。我看报纸，我替阮这个副议长，我那感觉抱歉，抱怨。这一篇社论，台湾时报的社论，得不到关爱的眼神，蔡昌达非战之罪。啊！外口讲蔡昌达含陈桥咧拼对头。俺招损千数亿了，你高雄市已经上巅峰了啊！风风光光啊，十二年啊，做煞十二年啊，要搁安怎？要垂帘听政呢啊？只要唔是你的族群呢，非你族群，必死无疑，无一人插无着的。用我心思啦，把高雄百姓的经济上看要怎么带动起来啦，就是要让大家过得更好。陈吉作主席的胡说八道，看有这刚好有这张，你也知道，就是要让大家过得更好，胡说八道。你党的党的书多清的，都要一行赢而已，登革热，你都要我说你都要你一行赢多清的，赖神民调登管，让一个网子顶走不了，整个媒体收你到水落下来，高雄市的登革热无比台南市搁较少呢，嘿，实在大市场个。啊，这个媒体我都无看人咧甲伊修理。啊，一点我叫赖清德，甲你比看卖，看你这块公关是安怎做？靠家里那个，来那个政大市场。政大市场五秒，
欺负团队，等于诈骗团队，啊！一百年，哪建昌咧做金花局长，王国才咧做交通局长。两个服务处找我说，柯议员是不是麻烦你找政代理的理长，找那些领长，找他们市啊政代市长那些干部替我沟通一下，就因为市政府市长也好意啊，武廟市場要重新改建，啊，因為他們裡面一個政代理理活動中心，是不是柯議員你替我們溝通一下，讓我們聽一下，等到聽了的時候政代市場起好，我們又起一個比較新的，起一個比較新的理活動中心，比較舒適給他們。當然兩個局長來拜託我，還有說沒做的道理，尤其是對電的菜市也有幫助的，我當然是他溝通。現在武廟市啊已經也完工，我一兩年，我兩年我也有，我的基本廟市場啊，剛才起好的時候在老日，你市場你也在現場，畫山畫水有啦，你也給我很捧場啦，就因為柯議長也替大家爭取，感謝你啦，我也不用你這種捧場啦，我希望你把我答应的工作共完成就好了。武廟市場這個活動中心，你市場你看這原有的活動中心啦，吼，這就是當其時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一，當其時不是叫金花局，叫建設局市場管理處，那個處長黃坤泉，後發一條公文，說要建使用，那時候的里長里民，包括菜市啊，大家歡喜啊。還有一個理活動中心可使用，總要欠兩百幾萬，欠兩百幾萬來完成這個理活動中心，啊，你們現在好人啊，你們要做，壞人啊，你們不要做，你們總要叫我來跟溝通，溝通通的人也沒有條件讓你們拆除他啊，你們現在兩三年了，完成兩三年了，這段中間我要做議員，我要做議長，包括最後一遍最後一遍吳鴻模，即包括即卖交通局长陈进步，你也有滴个吼，南美珍区长，啊，即卖金花局长你也有会对不对？你后做来议长协调掉对不对？啊，即卖交通局长，讲议长啊，啊，即下着经费要三四百万，你讲行也无法度啊，对不对？吴鸿谋，当我个面，当三个两个局长，一个区长个面。
说不要紧啦，钱的我才会处理啦。来，交通局长，有这样说吗？单单有没得？请局长回答。有没有？是，参加过那个议长室的协调。有啦齁。好，请坐。安尼局长，安尼市长。安尼我讲恁高雄市政府，市府团队等于诈骗团队，安尼啥有啥物唔对？啊！即摆有好无？尻川半半啊！去你做高官啊？什么工程委员会主委啊？要走的是我，迄日拄啊总结顺，我拄啊来议会，顶几日啊尔？各方考议员，这条我答应的，我会交代。啊，到底市长，恁市长答应的代志有遵守无？来，恁简单答我来。即摆正大你的里面规个拢伫顶管，你答我来。请市长回答。到底是有遵守无遵守？我听讲，迄个公文已经去恁市长先讲第一年话。好，多谢。这个代志我无走的时阵，吼、哦，伊交代无讲真清楚，我才过来进行了解。进行了解，阿妈好啊！我听讲，这伫恁市长已经公文去甲恁市长说讲待偌久啊？是因为考公员的关系吧？啊！我才鼓励完，啊，是我那爱做哈巴狗，规日带摇尾，互你欢喜到。好人恁要做，啊，歹人来叫我做。啊！正台里的，恁这时代徛起来看嘛，人安尼欠两百几万，啊，完成一个立活动中心，恁当机是要人拆除，恁就免找我，恁就直接要甲讲，你较忍耐啦。搁三分尔啦，搁三分钟你就过啦。啊，伟大搁尊贵的大市长，放公务员一条生路。我拄拄啊，拢含只联络员，啊，我市。市政府这公务人员，我拢问因看因做几年，做公务人员做几年？有诶，我因讲做二十几年，有诶因讲做三十几年，有诶七级顶诶，有诶八级顶诶，甲九级顶，系啊，我人生已经无望。高雄市政府的公务人员上高升都要到高级顶，一个少年家读册考试，补考高考安尼一路打拼，好不容易摕到一个公务人员任用资格，一路为基层安尼一直做一直拼，拼到老。有的拼三十几年啊，爬这顶的，上高升到这顶的，气力无亏啊！只要你单局欢喜，啊，专门委员、主笔、拢总机要任用，各局处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要我老虎会欢喜，无啥物袂使。我无讲你违法啦。你有咧考虑你的脚手只公务人员无？人一路安怎拼？安怎做？啊！只要我单叫欢喜，你就是十级顶的。莫怪高雄市政府。
哎，暑期遐尼那歹，啥要做？啥要拼？我倒来摇尾倒，啊！只要你欢喜倒。我们先几分钟了哈。刚刚他说他咨询的时间到，他咨询到这里为止。那么，我们休息十分钟。